驿站失窃案游戏规则，唐人街队负责运送铜钱，而古人街队则设卡查验。唐人街队可将铜钱藏入运输栏中过关卡，也可选择运送空栏，古人街队则可选择查验或者直接放行。注意，本游戏共三轮，古人街队查错两次即为失败，而唐人街队被查出两次偷运铜钱也将被判失败。从后面是吧？筐呢？啊，这儿呢。老周，哎，你先行，坐那儿去。我觉得这样，我来放这个铜钱，你们特别同意，就是别管了，都不知道。没错，没错。你弄完之后，你混一混，放在这儿，我们谁走谁拎一个走。你弄完你洗一排。好 ，OK。请第一位出场。哎呀，偷鸡蛋的来了。哎哎，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你的篮子里头有东西吗？不知道。你的篮子里面有钱吗？有吧。你的篮子里头有钱吗？没有。你的篮子里头有钱吗？有没有啊？你的篮子里头有钱吗？这是卡碟了吗？是，卡带了。请你拎着篮子，不要抱着，拎着。转个身，拎着篮子转个身。对，转个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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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嘞，放在这儿吧。这杰哥一看，小时候没少劫人别人钱啊。请问包大人，查还是不查？是他。查，请打开篮子查验。没收铜钱一吊。哎呀天哪！可以，潘月明运送铜钱失败，请准备下一位运钱者。下一个谁来？娜娜来。我不知道我要问什么。你凭你的直觉判断。来吧。那这次还这次运不运？不运，直觉运不运？我觉得就是碰瓷。我觉得咱们就不运吧，碰瓷就是空的碰瓷碰瓷碰瓷。来，请派下一位运钱人。来，我感觉娜娜应该比较好对付啊。啊，对，哎，我怕了已经。还来了一位老油条，我的天！那个，你觉得你是个优秀的男孩吗？你不要问这种明知故问的问题。那你能这么一根手指提一下篮子是什么？我手指劲儿很大的。是什么？反正累。有还是没有？你啊，我觉得有啊。按照你自个儿的想法来，我是按照你自己的判断来。我是直觉，相信自己直觉，要直觉有就查，要查就查，要不查就不查，相信直觉，相信第一感觉。查，查，查，请打开篮子。确定吗？你确定查吗？查，都傻眼了还不查吗？给他看，感觉好几个了吧？可能。啥也没有啊，啥也没有。耶耶耶！最后一搏，最后一搏，是两位中年油腻男之间的较量。对，比比谁更油腻。你说太对了，出来吧，大油腻！这就撕成了西门油以后，就变成了王源了。哎呦，策略有变换啊！这咋把你嘚瑟的？
查不查？别废话。用一根手指把筐这拎起来。告诉我，筐子里面有什么？有我的爱。你那爱无处安放了吗？要放筐子里。改话剧了。你别眯着眼睛，看不到你眼神啊。筐子里有什么？我这把让你去看的全是眼神。来，左手交给我。你先放地下吧，把筐要不要？不，把在我这儿。只需心里回答我有或者没有。筐里有钱吗？你别动你的手。老师刚才也动来着。这一看就是破罐破摔的表演，这是。筐里有钱吗？筐里。吓一跳！你真的吓我一跳，哥。查，查不查？都已经打开框了，打开框了。耶、yeah. ！